进口的哦。我们都用北美洲来的，美洲白雪。这么了解，你有养吗？我朋友有养。水在动啊，因为有水会变这个。这个是会变性吗？鲟鱼应该不会。不会。鲟鱼公的公的母的就母的。鳄鱼会变性。鳄鱼是受水温的影响变性。哇，真的是活字典呢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再问，再问。来给他拍拍手，再问。公母啊，那我就要把他裤子脱掉了。他又没穿裤子，因为你们是满十八岁我才跟你讲，我们是带小朋友的团啊，我们是带那青蛙，你知道吗？嗯、小朋友说，哎、欸，唱歌那个，他是公的还是母的？我说把他裤子脱掉啊，知道啦。好冷啊，好冷、哦。就太阳还这么冷。这他也是。台湾没有这个，有人台湾有人配种，就用人工授精，不用哺乳期。我们哺乳期的养殖场就是刚好我们经过，你没看到废弃的养殖场，你知道吗？这条路的尽头，它现在已经倒了。他说他搬家呢，对，骗人的。对，那头家已经没爹啊，前两年走了。他我的好朋友，他是台湾的那个，他是彰化人家农校毕业的，所以他对养殖业他很厉害。乌来第一个进来养殖就他，外地人进来养。哎、啊，以前本来有介侪困难无伊啊，红胎哦、喔，妖精啊，太贵了是吗？是，你不要以为养这个很好赚，这种山顶物件哈，你经不起一次的。那个啊，就像那个什么三峡的前五传奇那样，料料。一根红胎你就够。那红胎季节它为什么不先翻？哎、我哪知红胎先翻？有啊，现在都蛮准的、啊。我问你啊，我这个养殖场，我那红台钱要搬这物件，可能不是。假设我要花30万，你愿意花？哦，对他赌一下。哎、欸，这刷这不要干单的。容易入坑，然后再加上抓到了，他就进去里面了。啊。现在养好久了。巴西什么？啊？巴西什么？你就不用学，我也没记得。这不是原野种哦。是的。谁把你们种的？这不是我们台湾原生种。这不是原生种。对啊，原野种的、啊。药啊。嗯，吃了哈，吃了会怎样？会死不会活？好、哦、是吧？不会死会活、哦。他们说那个糖尿病、心脏病什么的，巴西什么带过来的。